看看新闻网。张智霖、袁咏仪结婚14年了，绝对是娱乐圈公认的甜蜜模范夫妻啊！工作搭档，生活互助。最近呢，拍起了这个真人秀节目啊，工作生活24小时都腻在一起。不过说这样一对完美的夫妻，他们心中会不会还有一点小遗憾呢？据我们所知，还是有的。分手前，而家将分手相我哋都冇影到，我觉得我哋所亏欠。14年前没办婚礼的遗憾，张智霖一直记挂于心。没想到最近二人合作拍摄电视节目，竟然直接圆了一次婚纱梦。复古风格甜蜜夫妻，照片中的这对璧人仿佛时光倒转，美丽基因够强大，晚多少年拍婚纱都够美呀。当然，重返20岁的绝对不止拍婚纱照的张智霖夫妇，也有靠发型就直接返老还童的嘛。S 姐妹淘，大 S 靠一对麻花辫一秒变最抢镜的山菜。谁说岁月是无情杀猪刀，15年后咱依然是青春少女一枚呀。当然啦，就算不能依然鲜嫩如少女，有个少女般的心态也是极好的呀。孙俪娘娘携邓总管等登太子外出，也得玩到童心未泯忘乎所以呀。旋转木马惯性滑车，在一秒钟回到幼年也绝对没问题。新闻在线综合报道。